那音源怪物的 NT 呢，即将在12月4号、发布自己的新单曲《雪》。那这次的新歌呢，也是啊，他从一年前就开始准备的歌曲。公司也表示啊，这是他出道6年以来第一次发布的冬季新曲，所以请粉丝们都要多多期待哦。那 2PM 的成员 JunK 呢，即将在27日啊发布自己的新专辑。这次他的新专辑名字叫《我的二十代》。那主打歌《搬家的日子》呢，也是表现出啊恋人分离的心情，以及啊对自己以前的日子的想念之情。那这次的歌曲呢，也是表现出了非常非常多二十代年轻人的想法。希望我们的粉丝们都要多多收听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差不多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。那12月啦，听最期待的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12月呢过一个开心的圣诞节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哦。那这里是天塔下 TV， 我是听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